太有赛生。今天是2018年4月21号，也是我21岁的生日。OK， 好，然后现在已经不是21号，现在是25号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想要重拍呢，就是因为我那天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觉得我讲的有点烂。然后我现在要重新再讲一次。好，我先把脚架放下。好，长话短说。现在是4月25号了，就是前一天是我生日嘛，但是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后就没有再过生日了，因为呢，我大一大二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是几号，所以更不用说生日礼物了。所以今年生日，今年21岁了嘛，已经是突破20岁了，所以就是已经不是，我已经不是20岁小孩了，所以想说就是，那不如我就送自己一份礼物好了。那要送什么礼物呢？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。好，没有错，所以相信大家刚应该都看到了。应该也可以想象那是什么东西。那为什么我要去拍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我就想说，就是如果直接买一个礼物送给自己，我觉得有点肤浅，而且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赚钱能力。虽然我在打工啦，可是那只是小钱，一个学期可能1万多块而已。所以我如果去买一个礼物，所以其实还是就是在花我爸妈的钱，然后送我自己礼物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我就决定准备一个这样的礼物给自己，然后算。给自己21岁一点回馈吧，然后就是做一支影片送给自己这样子。但其实要拍这个影片，还要收集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所以就是我自己汇整出了一些步骤，大家可以看看，然后就可以观赏影片喽。不是，好，再一次，那大家就好好观赏影片吧，拜拜。所以说，究竟要如何才能创造出一个充满烟蒂的大罐子呢？就让我来教教你吧。Step 1， 找出适合的容器，千万不要为了拍影片再去买一个塑胶罐，地球已经够糟糕了。Step 2， 分析地点，然后规划路线。这边是水源街，这边是学生，这块区域应该有了相当多的大学生的 7 D N 桥。这地方叉叉是我觉得烟蒂很多的地方。后来亲自走过之后，发现我的预测完全正确，有机会。一个地方也很严重。同样呢，这边大概在这边也蛮可怕的，不，应该是这边才对。这边有个小社区，这里然后是 Step 3，带上你的装备吧。Final step， 行动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要先去。那好 ，We got first one, the second。好，现在这个
我家的这个小巷子里面哦，然后就已经捡到蛮多的烟蒂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对，已经蛮多，大家都喜欢在一些小巷子啊，或是水沟旁边，或是一些小走道抽烟。对，刚刚这边都是。好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这边而已。烟蒂好像特别多，就大家可能都喜欢，就是坐在机车上面抽烟这样子。是烟蒂。烟那么贵，还是有人要抽？嗯，我家是卖烟的。啊？我家是卖烟的。哦，你家是卖烟。可是我们家没有人在抽烟。对，所以很恐怖，一个礼拜就一堆。嗯，可能一两天就这样子。一个礼拜就一堆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快啊！他就这样一排这样。完喽，那边我实在是捡不到，那边太难捡了。天啊，还有这个是怎样？好，这边捡完我就要回家啦，太多了，完全捡不完。好啦，已经捡这么多了，今天的计划就是宣告失败啦。才走到27而已，就快减慢了，所以对，可能下次要带大一点的罐子。这边有个小妹妹一直在偷看我，拜拜。好，我在那边做一个 ending。现在我已经要回家了，然后这次计划是有一点小失败，因为我只是从我家走到。红二七，红二七我就已经装满了。
啊，我待会就我会照原本的路线，就是绕大学城这样绕回去，就是看看还有没有哪些地方烟蒂很多，然后下次再来捡这样子。先这样了。哎，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种烟灰缸哎，大家都还是乱丢。干，嗨，我回来了，超级累。然后呀，在这边满满的